Hello， 我是 Exercise Your Grammar Book 3以及 Simply Grammar 全系列的作者卷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两套文法教材。Exercise Your Grammar 共三册，那它最主要有三大特色。第一是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方式，它是先使用一个很贴近青少年生活的一个四格漫画，然后还有听力练习，然后接着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文法的表格的列表，让学生很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了解这一课的主要的文法要呈现的内容。那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不同的由简入深、循序渐进的多元化的一些练习的方式。那最后呢，会有一个小组的互动式的一个对话练习来做一个验收。那在我的班级里，学生最喜欢做的就是最后那个部分。那透过跟同学的互动，那就让枯燥的文法练习变得更有趣多了。Exercise Your Grammar 它有很完整的听说读写 four skills 的练习，那它可以单独来使用，它也可以搭配在课堂中做一个文法的补充。那无论它是单独使用或者是当补充，我觉得它绝对是一套很适合国小高年级生以及国中生的一套文法教材，我诚心推荐给您。